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家乡最近在全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啊，叫渝东化村。它是这个全国首批十大农民化的化村。为什么叫化村呢？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。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冰线，夜色慢慢展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击的音乐，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。马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。信封像风来的不知不觉，此刻是结局，叫你的出现。